my friend.姜涛早前喺《叱咤林壮》《我最 hell 的男歌手》以及《凭 Dear My Friend》再夺《我最 hell 的歌曲》，佢演唱《Dear My Friend》嘅时候，而激起网友一度泪洒当场，更被爆佢演唱完毕之后冲入后台包喊平复情绪。姜涛琴日以长文同埋两座叱咤奖座嘅相片总结2021嘅心路历程，除咗多谢音乐团队 Miwa 同埋姜糖们之外，佢更加特别感谢音乐人 Gareth Tong。是 Gareth 令到姜涛发表亚洲第一的豪言。 Gareth Tong 在2018年出道的创作歌手，曾经为姜涛的歌曲 Masterclass 和镜中镜负责作曲、编曲和监制的工作。星岛头条 APP， 一 APP 星岛，大家快点 download 啦，立即下载星岛头条 APP 啦。